你早上的10:41，新北市政府的经发局今天发出一个新闻记者会，10点钟时候，他们举办了一个2017的新北市蛋黄酥节，报名的征件正在开始，我们欢迎各界的高手快报名，得到冠军赢商机。另外，不止中秋节，大家平常也能吃美味的蛋黄酥，新北市政府经发局局长张丰源局长表示，新北市的蛋黄酥节自2011年来已举办了第六届，今年算是第七届，每年在赛制上逐渐发展创新。2014年增设的五人酥饼组与3Q 饼组一同评比，2015年，则首度以网络票选。2015年首度票选，2016年则经典蛋黄酥组与创意系蛋黄酥组分别进行竞赛，得到冠军的如那个华珍食品，光是中秋节就卖出超过10万颗的蛋黄酥，而第二名的雅盛食品行，光是蛋黄酥销售也破1万颗。还时常接到万元的订单，可见的新北市蛋黄酥节连连办理，历届的优胜的店家也几乎是业绩翻身的保证，让产业看得到一级商标。新北市糕饼商业同业工会的吴永茂理事长表示，蛋黄酥是新北市重要糕饼之一，每月平均卖出30万颗，糕饼年产值约20亿。而蛋黄酥节更是一大推手，历届赛事各有不同，但其中不变的是糕饼师傅全神投入于作品。开业近一甲子的龙凤堂糕饼，第一代老板娘李成东子女士分享传统糕饼传新的新过程。老板从淡水糕饼名店三鞋厂学艺而成后，而在泸州创业，自蛋黄酥节来，年年都得胜。经发局表示，蛋黄酥报名参赛自106年7月31日止，今年同样分为经典蛋黄酥组与创意蛋黄酥组，将于8月11日初赛。9月2日在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办理决赛，一分高下。而学生组报名也到8月15日，希望传统的糕饼透过年轻一代的创新发想，让更多人可以重新认识蛋黄酥。此外，为回馈大家，新北市蛋黄酥节历任的优胜店联合推出夏季优惠活动，为期1个月，天天享受限定优惠，蛋黄酥礼盒最低75折，这是非常好的优惠啊！现在他们蛋黄酥呢，都是通通是75折啊！希望大家赶快呢踊跃去用购，因为蛋黄酥虽然是对身体不好，但是少吃对身体，大家多多尝试一下啊！记者燕国龙在新北市的报道。